来吧，好吧，垫底儿。哎呀，要一级跟我硬拼！哇哦，这个 A 闪有点厉害啊！我这个 A 闪点到我弱点了，我卡墙没给他卡住。我靠，他一个 A 闪 ，A 闪到我后边去了。俺老孙碰到什么呢？碰到高手了。其实我点烟点的稍微有点慢了，我没寻思敢一级跟我拼，你知道吧？这属实是有点装备了啊！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能如此的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有点瞧不起人了吗？啊？叫做不打不相识，太狂了呀！啊，太狂了！能狂成这个样子的人，我觉得你要付出代价。那个头挡一会儿给你们整啊，我好好补会儿刀，你别着急，我不可能让他狂妄下去，知道吧？来 EA 打弱打骸骨 ，A 接钩，接平 A 往后拉。我操，这能双杀？哎，这是怎么做到双杀的呢？等一会儿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假猴 W 能不能挡剑尖 W？ 能不能挡？能挡，那能挡，为什么刚才没挡了？能挡，只不过没挡住。不对呀、啊，我在一条直，我就是问你能不能挡。就是他戳我假的，我真的能不能被戳着？这么个意思，明白没？这不是黄纸，不能放这赌了。一条直线上就能，那为什么刚才没挡了？他有点烟，小心点啊！没玩好，没玩好，没玩好。拆了，拆了，拆了，拆了。这个正常，这个大是不应该被他打的，分心了，嗯，分心了，主要是与你们勾流的时候分心了，这波赖你们。等个70秒，等我们有大招了再跟他磕啊！这波不能控兵线了啊，这波得推了，这波要控兵线我们必定会跟他打，我们跟他打打不过我们死，
那就永远也杀不了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波一定是不能拼的，赶紧把兵线推了，推完以后让他打下收兵，收完兵以后正好等一下我们大招，等完大招以后下边再把他杀了，等个40秒，不要着急，现在要是急就完了，知道吧？别急啊，这小子一定能杀，而且现在我们等级比他高，虽然我上波死了先撤一手，但是我们等级比他高，等个20秒，一定要忍耐啊，一定要忍耐，直接一他骸骨，5秒让他直接上来 Q 我们，直接一 A 转起来打转溜 A 接 Q 再转大招空掉，闪现一个 Q 不跟他多墨迹，他小子喜欢操作，那我们俩就操作操作，他可能会吃一堑长一智，下一回我们一上去不放饵，谢谢你的双棒，死不掉没事，他没有二速鞋，亮牌嘲讽他，直接一个 Q 打断溜往下走，骗了一个点盐回家了，攒向1883，药卖了够不够，饼干卖了，少个人不行，谢谢亲叔叔的3个飞机，金叔叔奉送飞机儿，怎么不早说呢？早说呀！谢谢金叔叔3个飞机儿啊！后边没皮了，我其实没太明白这狐狸什么意思。这波黄子可能会往上走啊，先查眼，不得，先去峡谷看一眼。谢谢黄子的峡谷先锋，直接走吗？先抠 E A 平 A 往上靠 W 溜走，直接抠死。他们家峡谷打不了，拿不了，没人敢拿，白打。先出九头蛇。38秒要到，先抠他一下，别着急，等到骸骨没 E A 打半溜上来双抠，再 A 再 A 一下，最后一下，他已经有点拼上头了，知道吧？我没打那黄子，我摁了 S 啊，这俩人怎么开始连体了呢？
我摁了 S， 怎么还会打黄子啊？等我拆完塔下来帮你们啊！虽然我们家少个辅助，但是这个位置是辅助的，没关系。嗯，你这边你就别去了，人家家好几个人呢，拉倒吧，多人走吧。这把不能出九头蛇了，这把出九头蛇太脆了，直接给他亮牌，让他上头，让他找我们打，他不找我们打，我们是没有机会。先抠他，点盐，哎，点钻，打换溜，这个怎么能让他给我挡了呢？我操了！挡了就不行了，大招不能被挡，大招被挡打不过，塔没拆掉，坏了，这波血杯是有点坏了。谁先上头？他其实已经上头了，刚才这一波我们只要不被挡就没有关系，但是被挡了，这你，而且他全套技能先甩我。哎，如仙人呢？也行吧。呀，这如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旁边没有人啊。他挺狂啊，他狂什么呀？他哪有伤害呀？我就硬着让你突突这一波。黄子挺烦人的，每回都是他。哎呀，我杀完一波人他就出现，我杀完一波人他就出现，挺膈应人的。不过圣枪游侠是500块，啊，圣枪游侠500块，给我守波塔，别让他拆，给我守波塔快。别上，别上，你打不过他啊！你别给我送人头，那小逼还敢出那什么，还敢出水银血。你跟我打，你敢出水银血？这边狐狸手中应该能守住，没事，我们先把上路一塔给他拔了啊，这个一塔很重要。7秒6秒3秒，把红打，我那波打剑姬没打过去，挺伤的，要不然现在我们应该能杀15个了。早点去参团的话早就起来了，主要是塔没推掉，守下高地。没事，他妈推的应该不会那么太快。圣斗士是不会在同样一个地方死两次的小伙。你以为第一波你直接一套技能甩我身上让你挡了，第二波我还能让你挡？我也不是傻子。
我推。他是399，我们是390，不追了，追不上。高地没掉就行，高地没了没事，别掉就行。小龙可以去。这边小龙刷了。可以打，我正好大好了。有伤害的只有维恩和剑姬啊，我们先把维恩杀了，应该就没有人能打动我们了。这边黑切不出了，没空了。快来，维恩挺有意思啊，跑我脸上来。打死他们。一个一个来，哎，对，一个一个来啊！真肉啊，这么肉吗？打不动！我靠！黄纸，来来。真肉啊，我需要蓝 buff， 没有蓝 buff 蓝不够用，赶紧回家出黑切呀。真肉啊，真是肉啊，肉成这个样子。你干嘛跟我打啊？你凭什么跟我打？我得出装备呀，没空出啊，这装备。哎呀，我没有空出装备呀，我靠！还越打啊，还越峡谷打了，赶紧让我回家出装备，我没有空。上路受一波的，不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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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杀了，不杀了！等我收波兵，我要回家出装备。我就想出装备，能不能让我出？能不能？蟹手15这把，对面全 AD 的。或者最后九头蛇不要了，换一个。换一件可以中队，你们本来啊就3打5、4打5，完事你又掉一个啊，你干啥呢？为啥这么瞧不起人呢？我就纳闷了。我追踪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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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让他一抠，不带敢上可以打。人好意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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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得大龙，这得大龙，这中推赢不了，不中推啊，大龙，这得大龙。还好这 AD 是个卡莎，我跟你说，这要是个女警这把就完了，因为这打龙老慢了。那女警卡莎1%掉血，打龙可快了。
出点右转。其实蟹手都不用出，不行不出了蟹手。我们换个反甲也是可以的，这个15加反甲有减伤，要不然没减伤。把下路一塔拔了，然后顺便我们拿小龙，啊，不要害怕，这个位置没用，他们没人敢上。这黄子可以抓，我马上到。看能往哪跑。把下路一塔拔了。拔完以后我们直接小龙，你们小龙我拆下路。其实我去也没用了，这唯一能拆呀。你去了你也拦不住他拆，我们直接中团啊，直接可以中推。那唯一把兵先处理一下，他乐意推推吧，没关系。挂机了，那人怎么都没了呢？射那假猴都不掉血，直接上高地啊！如果这波皇子不回家，直接给我冲高地。这能干嘛呀？这能干嘛？先把塔拔了，哎，拆拆拆拆拆！再见。不行，不拆了，算了，下边再拆吧，没关系，把他高地打了就可以了。电机挂机了，这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说实话啊，这玩电机脾气都大。暗示赛哥，你赛哥脾气不大，你赛哥他不喜欢玩剑姬，他就是偶尔玩一下。哎，这满豪什么意思？继续中推吧，那皇子乐意推就让他推，我们直接那4打4，他还跟我们带兵线，让他带。少个人还带兵线，带个锤子，让他带，让他带了，我直接一波。哪来个唯一呢？
好，卡刷，卡刷。哎，我说实话，就九头蛇能打塔，这个改动是真二。哦，拿下！我们是冠军。